完了的岁平安。好，那就要送你一个啦，是妇女的事工纪念主日，所有的礼拜程序都归妇女会来处理。那礼拜开始，我们先邀请大家一起站立。好，今天要开始之前会比较特别，我们先用掌声来开始我们的敬拜。那掌声呢，不是像一般的拍手而已，那我们先练一下拍掌哦。拍掌是有学问的，好，来节奏哦。